不是要钱吗？有本事来拿啊！那个来了哦，爸爸来了。嗨嗨嗨，干嘛？想跑是吧？没有。想偷我的钱是吧？没有。看到我大哥来不识相一点，跑一个试试。今天都没有开张，能不能少收一点？能不能少收一点啊？能少收吗？啊？能少收吗？你能不能少吃点饭？快点，我还要去别的村。自己放进来。哎呀，你这个臭女人，你想反了是吗？啊啊！不反，长鼻涕了是吧？啊，不敢了。妈的！明天识相一点，要不然你那个车肯定在那河里面去了，知道没有？不给我，明天车也给你拉走了。知道了。嗨嗨嗨！干嘛呀？你说干嘛？不知道。你看这个美女就知道我们干嘛啦。我今天刚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刚来？不坐车了，一边去。什么时候刚来？不拜山头啊！你他妈的不知道我讲讲，三村六洞都是他叫的吗？啊？美女，你就给他吧，他们、就是这里的恶霸收保护费的。恶霸？现在什么社会啊，还收保护费？前两天有个人不给那个车都砸烂了。你用词好一点，什么恶霸啊？帮保护你，我们是良好市民。你不给是吧？是不是不给？你这是要钱吗？拿过来。那在这里，有本事你来拿呀。妈的，有这个要求？那我今天抓一下他那个，你。哎呦，哎呦。给我放干净一点，还挺泼辣的这个女的。我不识相，哟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小弟自有我管，你在这里吵什么呢？啊？打我是吗？你他妈的打我大哥，给我上！打你大哥要怎样？你不讲货了啊？你算什么东西呀？我大哥还有170号小弟。哎呀，妈的，大哥。拿着，我来收拾了。拿个棍子，总要说我欺负你，棍子也不要。那你放马过来吧。算什么功夫，还交保护费啊？哦，大哥，他妈的，这个女的，快点把她搞定，赏你10块钱。真的吗？站住！那我太干净，我逼死她。泰山压顶啊！你干你啊！吃的那么肥，天天供应你，美女供应你，大单供应你啊！连这个婆娘都搞不定，起来！要不咱们就不收他了，今天都不收了，走！想走哪里去？啊？我去第二个村继续走。哦。啊！一边去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欺负我就是这个下场。在我的面前敢欺负人，老子不干死你，我就干你心。滚开，大哥，他好厉害的。还来是吗？别打我大哥。你们两个吃多少兔子，剁手出来，想跑是吗？他敢要吗？不，你问那个女的，他敢要吗？美女过来，你敢要啊？啊！你还给我肯定要啊！我家里也缺钱用。这狗腿打得断了。他们收你多少？收了整整一个月。一个月？对啊。哪一个是一个啊？妈的，这200呀！嘿，可以啊，这里面还不少啊，放回去，这是他们的赃款，等一下交给警察去。交什么警察？钱给你们了，我们走了。交什么警察啊？走走走走走。
想找哪里去？这个就当见面礼，要不你跟我们混吧。哼，我会要吗？你给我放手！大姐，要不你身手这么好，跟我们混吧。跟你混？我会跟你们同流合污吗？白天你做我大嫂，必须报警，让你们绳之于法。别！那里有钱，你拿走。喂，110吗？对，我们这里是嘎拉村，我要报案。给我放手！有两个，那个恶霸来收保护费。对，你们赶紧派人过来，等一下我就押到那个村口那里去。好。美女，这种小事不用麻烦警察了，我们自己能走的。浪费警力。对呀、啊。拉着。干什么？就你们。就你跟我们混吧，啊！跟你混，起来！我会跟你混吗？起来！妈的！走，回家去。走。我去。这边呢？啊、想走哪里去？